Phoenix kid. 就是有点衰嘛。 我就不相信我连一把狙都吃不了。我没有吃过啊。安娜，冰心。啊！我怎么杀了一个人？谁的？他谁？ 滴滴，哇！你这猛到我，碰不到人哦。绕左边一个。OK， 我帮你看左边，你慢慢来。左边爆甲。没打。我好拉我。啊！ 刀哪？这刀刀哪里啊？那他刀哪？哎，啊！另外一组，另外一组，不行不行，不能不能不能，快跑快跑，我们还有希望。还没还没。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我还没死，我还没死。不可能这么衰，不可能这么衰。他们打起来，不可能不可能，他们打起来，他们一定得打起来了。哈哈哈哈哈！不可能衰。 打北京，他们在追的。我要用我的枪法，把这个声音给打破，行吧？你们清扣，给我清扣，真的。我要暴力鼠了，我操！你不要给我了，烂死！我要用我的枪打破这个声音。 再让我停个吧。停停停！啊！捡到了！他们真的好黑哦！我应该捡个雷子吗？来来哦！你怎么在这个位置？等下就看到我在这个位置。 你怎么在那个位置？啊，一个飞上去，一个很远，狗狗很远。有另外一组，来来来，都来。真的，都来，赶紧的。 啊！不敢哭一场，爱你真正的遇上。<笑>我突然唱起歌了。啊！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 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香槟音虚浮，真的。打完证明我不衰，真的。
哦，好像真的很衰耶，好锁，好像真的好衰哦，真的好衰哦，我真的好衰哦，这怎么打的？看你真的好锁哦，我的妈，真的好衰哦，怎么可能这样一组来组？怎么可能？感觉不行欸，辛苦你了，感觉辛苦你了，感觉还要再一把欸，我感觉没有吃鸡没办法打破那个魔咒，你知道吗？我觉得不能欸，还是再一把。欸，那你要回来？但我怕我这样子你吃不了。没事没事，不会啊不会啊，我会打破魔咒，强行一下。你怎么白金了？没事没事没事，白金就白金，真的。还是他打的是我这个号？真的真的，不可能掰着，然后就不信我今天真的可以睡到一把鸡都吃不了。有啊，我们今天有吃一把。不用不用，那个不是那个，这个是脑残局。确实是脑残局。Come on, we've got work to do。那这里都不能吃鸡，我就真放弃了，真的。嗯，不是，这就不行，我还是拜一拜了。怎么有人在传抖音给我？我强行 carry 自己，绝对会吃鸡。真的，这把绝对会吃鸡，100发。真的，不相信每次可以被防。你的安是假的，不是，你就只传了那个表情符号而已。早安 QQ。熟悉的跳旁边的小房子，小房子一定是我的。很出表情，真的。那其实小房子蛮肥的。哦 ，shotgun ball，level four， 上面有两个蓝甲。上面有两个蓝甲。哎哎哎！我跳窗了。好，我好了。有蓝蓝有蓝，没问题。来来来，换我们这边。一个一滴，一滴，138。烧到了，烧到了。哎、欸，里面一个超惨，里面一个超惨。哇！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哇！没事没事，我们冷静面对。你先等等，你先等等。老哥，傻小子，到底居然是可以狙三狙？屁啦！屁啦！这边哪来的三组啊？哎、欸，嘿嘿，哎，你们是不是有人干了什么坏事啊？这不可能是我，可能是我在衰吧？还要来吗？不行，我不信，我不信，每次都可以被黄了，再一次。等一下，你打什么符啊？这什么符？
你在公司是日服啊？台服啊，台服啊，怎么日服？怎么可能是日服？不可能每次都要接三组吧？不可能吧？怎么可能每次都来一组来一组来一组的？好好好 ，QQ 安，好好好好。嘿嘿，莫尘，感谢，感谢订阅，谢啦，莫尘。赶紧的画画，谢谢你安慰我。不是夸宝，你不要吵好不好啊？有没有看到我在破除我的诅咒啊？这是我心魔哎、欸！我现在换人的那个心魔就不准了。觉得太惨了。我就想用这个组合吃一把鸡。怎么会长这样？都一组来了就一组，然后再一组，还有一组，最后再一组。没有，我们会吃鸡的。然后再一组。This is your champion. 我们会吃鸡的 ，OK。不可能，每次做才那么多组，真的不可能，真的不可能，真的。Let's land here. 只是看清楚 ，OK。附近到底跳哪些小树分 ？Hold your breath. If you have a respiratory system.这边一组，房主，这是幻象吧？那个是幻象，那是幻象，那是幻象，是两组，那个很快乐的幻象。OK， 就这两组而已，真的。你看一下好了，中间吧，中间。我楼下，我楼下，我楼下。看球，你看。我也很穷，我昨天把 G seven。哦，你是不是打了他很多啊？靠腰，看他暴血。希尔暴甲在这里。哦，明是这个世界还没放弃我。世界抛弃了我。希尔在这边。哇，他没有指甲哎、欸，凭什么、啊？我有啊！哦，这是幻象哦！为什么还有这么多幻象、啊？这个爆甲！哦，我下来了，好啊！楼下有楼下有人，楼下有他、啊。来一个，来一个。两组了，队长。你们 play slow。100！后面一只青碗，外面一只青碗，到这边。啊，你买血单吗？到这边的一楼。在这边，那边你吗？对。打。还没换他的枪。倒过来。Nice。 这还有人在射、欸、没事，他拉过来，他拉过来，去了。啊，被拉过来了，很险很险。我跨博。啊，别急别急，冷静冷静，冷静面对，冷静面对。不会出事，不会出事，我红甲就是打一过。慢打慢打，我把我的技交换了。让我挺个吧，好不好？别急，没有东西啊！你要子弹吗？你要子弹吗？给你一点枪，看看地板。好，我好，我命中，这样。我也好了。烧到他，烧他，推了。你推，推我这样。
睡甲睡甲，打漏打漏打漏，还有一个还有一个，有个过一村里，有个过一村里，这边，我是不是该下来了？那边两只，对，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都打爆羊都打爆羊，哦、你一打一能赢吗？那你一打二，那、哦、我拿你我拿你，别急，我拉人大补就是我们胜利的时候了。OK， 我跑回去，我到。其实，三只都在这，一直在你们脚下，机器人勾二楼了。他这边有一只上去了。滴滴滴，两只两只两只，又一只上去了。爆眼爆眼爆眼！哎呀，看腰色，全部倒地，全部倒地。倒倒倒倒倒。一直在一楼。没事没事，一楼那个。好，我再来一颗大钉就赢了，真的，我再来一颗大钉，你不死就是我赢。出来了，两只，上去了。倒了倒了倒了倒！靠，要没子弹了。进去吧，两位。这个鞋。嗯？在哪？不知道。安全，我今天整排，我拉他。冲到干了！我只是一了，哥们，我只是一了，我已经跟你打的差不多了。几番？啊？你打多少？我打1000多。怎么那么穷啊？还有一个吧，这边这边。这是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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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一个，来一个。Enemy taken, giving my shield to recharge。爆炸！一滴一滴，一个很惨。啊，多少这？帮我滚忙，帮我滚忙，快快快！我来，我来，我来，我来！还好我直接小帮手三枪，还有一枪头。一楼这边，快爆甲，快爆甲！爆甲，爆甲，爆甲！希尔在我们哪个方向？这里。那差不多，差不多。我交一点，我交一点那个电池。打三十三，完蛋！我先，对，谢谢谢谢，有小的吗？包里有吧？哎，完了，完了哥！哎，等下，你在上面，我是爬不上去。哦哟，这谁啦？新玩具，新玩具，新玩具。It's okay, friend. 啊，我一嘴了，对不起。不过我觉得，啊，真的假的？大不下去，放弃，真的放弃，没办法了。哦，这到底哪来的啦？很锁了，很锁了，每个都锁很多了。辛苦了，辛苦了。拜拜，感谢感谢，拜拜。干你老干，感觉就是不太对，怪怪的，怎么这么水？是我在水吗？哦，好痛哦！哦。好了，休息等一下，我要单排一把，我要看一下到底是不是在谁。真的，
不可能，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出来睡，绝对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出来睡。我用这把单牌证明不出来睡。嗯，可是我们刚刚真的很衰、欸。你们刚在打 iPad 啊？绝对不出来睡。应该是夸宝的代赛。哥们，过来拉一下啊！夸宝他一直都在这啊，他还在做他的背神。好疼痛。好怀念啊！接啦接啦接啦！加一下加一下，哥们。好，他好像不是在做背神。哇！为什么卡连接制比赛中啊？就是你在衰。没有没有，这个代表说没有，最近都这样。最近问题，我最近开游戏前几场都会这样，怪怪的。干你娘的，一个上次 Q 还给我打600，操你妈还抢救机械，干你！这是有人被移上去了。这是猫尾哥吗？那是猫尾哥啊！请不要加一个哥好吗？我完全不懂。这是猫尾姐吗？马林脸，我蛮小。那我们看看究竟是谁在衰呢？跟你讲，好好啊！我这把要是没吃鸡，我等下去跪在我的祖先面前跟他们道歉。我最后一场为了你，你有看到我有多低吗？你有看到我一来一个锁一个吗？看到我前几把。我又怎么样？哦，我带不了新手啦，我好乱啊！这都不行。嗯。我用这一把，我用这把证明不是我来水，真的相信我。啥都没玩啊！我刚刚那把事实证明，我们打白金场是可以的。Dropping in, hang on。你说忘了，我后面都在打白金场。没有没有，那个什么差就不重要了，那个都是一样的，只是很衰而已。是这个，我们是可以打白银，白银来一个嘛？不是找我？你是有面光安，我有跟你安、啊。早安，我有跟你安安啊？怎么会摔到我身上呢？我们明明就是同一场的队友。没有，我说另外一位。他有病、嗯？你什么时候看过我跟你安安？Hostile right here. Evo shield here. Level two.Contact with target. I'm taking shots. Oh wait. We've got company. 你是说 Apex Legend 吗？半空。Yo, cracked an enemy shield. Charging shield. Come on, come on. 哦。Fine. I'm taking.哎、欸，该不是这是我在水吧？哇，旁边角落蹲了一个人哎、欸！没有，我队友会赢，我队友很扛。可以的，我相信你们。哇，不是我在水嘛？干，你刚刚哪一次倒地不是我长这样冲过来的？没有没有，我刚才倒地你们都打不赢，超级烂。操妈的，是他妈哪一把不是你倒地，然后我冲过去，哦哦，你等一下，我换我，然后就不不不不不，然后再把你救起来，然后再不不不，然后再把你救起来，然后一场要救你两次，然后救你两次以后，然后我们就输了。真的不出来钱？是猫尾哥吗？叫我 P 四啊？怎么了？不要叫我猫尾哥，叫我猫尾就好，拜托。我撑不起，我撑不起哥这句话。我没那么厉害。你说不起哥啊？你是我们这边最狠的那个男人哎、欸。最狠的吗？还好吧。当然有资格称得起哥。应该有荣获那个被最多人精英奖。被最多人精英奖。我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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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没事，没有也没差，有了也没差。猫尾哥，猫尾哥，你要知道，我一次都没有精英过你，爸，你记得是没有。放屁！是你最好的 friend。我只有三个吗？我跟那群虚伪的人不一样。他们只会，啊啊、他们只会一边讨好你，一边在你旁边说你坏话。我跟他不一样。啊，
假赛啦，我们的关系是最赤裸的虚伪啊，金钱利益。确实，谁跟火花不是这样？为什么右上角毛毛虫啊？我啊，我跟火花没有这样啊。等一下，很卡哎、欸，怪怪的。我抵达。那必须阿尔比好好玩。有打赢了，被敌了。没有没有，不可能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嗯。有没有人想一起来玩 RNBN 的、啊？你好 ，RNBN 你们可以打炮吗、啊？可以啊。那、啊、可以生小孩吗？可以啊。啊，生出来小孩会是真人操控啊，还是 NPC？ 他可能不是人类。那我会跟我想说，比安莱西款跨平台沙盒类。来了 ，RNBN 你可以养小孩？听起来很。然后把它卖掉。啊、不是，为什么会有油包呀？对啊，阿尔边只能养动物，然后养好后拿去卖掉。Oh my god！ 别倒地！呀、yeah, ，太暴力了！不会啊，不是，为什么我这边拉脚啊？哎，没事没事，那有很扛队哦。就算我很白给他们，也会替我解决去。你看我队友很卡。被我，被我了。啊，帅！哎，帅！哎，对，还是夸我帅。哎呀，啊好，白王500个字，太棒了。我跟你讲，这把一定会赢。传给组长，好。哎嘿。怎么又是这种的枪？你组长那么卡、啊，我就像夹的毛毛虫哎、欸。我造点大电去。车人，车人，啊！我看他飞了。我是可以开麦跟队友讲话的吗？不行，这边可以吧？如果这把吃鸡了，我要把他秋阳进去。这把秋阳刚才再把他的声音传授给我。你妈！我刚老扛了。哎，那个真的太衰了，那个太夸张了。我那个真的我其实一个可以这样接一组接一组的。我之前都是杀完一组然后再找人的，现在都是接完一组，我、哦、看你又来一组哦。那就你可以问人家要不要跟你爬轰啊，爬顶裂啊，那么砍。嗯。我是建议顶裂，你有看到我的？你有看到我的大群名字吗？有啊。啊哪里、啊？建议顶裂。现役顶烈啊！又看我大群吗？秋凉现役顶烈没有，我看一下，还真的现役顶烈，笑死！为什么是现役顶烈啊？因为喊人不会没有人进，我直接把名字改成现役顶烈喊人。又飞！来。啊！我说 Apex 这赛季我还没打哎、欸，我也还没打，我也等下就，我还没打、欸，等下，你这个单是钻石的嘛？所以你等下跟雪哥打吧，对啊。怎样？你们有缺吗？我的钻石就交给你。你们如果有缺的话，可以加我一下。我的钻石就交给你了。什么卡？我的 teammate， 我 teammate 怎么那么远？太快了。没必要吧？有必要，有必要，真的啦，过来啦。三个残血，真的。我知道，问题是，你是太远了。你们慢慢来，他们三个都残了，被我压制住了。好凶残！
来，快看你帅！重点是你队友也想要。你别打、啊！不会不会，应该不至于打、啊，这黄金局而已、啊。哇！好强！好强！有人有人！我屁我屁我！没办法。然后我还没这样。然后防御，然后，好，太强了吧！我。Need to recharge my shields. Full squad down. You made the right choices. OK， 你觉得我这个，你觉得我这个夸的有没有到位？有有有，有很到位，多上一队。你这把你有机会。不是我这把好，这把卡住。走。这边打呀。走这。哇、哦，棒哦！啊，好卡哦！好卡哦！往这边来，快！快了，这要没。不是啊，我真的好卡哦，到底谁在顶我啦？哦、睡一个觉。他们绕跑了，他们绕跑了，他们畏惧了。我的子弹会转弯，哇！我的子弹会弯一块、欸，我的 fuck！ 哦，我这怎么射的、欸？我的子弹会转弯呢、欸？你们看我的子弹吗？我子弹是歪一边的、欸。完了，我这是歪的，我怎么了？三。等我。太狠了，这根怪。我要来看你破这个破大哥。我子弹会转弯，等一下。有好多，有好多子弹都没有破的，你都破了。这个五十哦。我们可以考虑突破点。然后我今天一直帮你查那个。没大件，我这边都拿，我都要给你。我有，没事没事，我给你。不是我有。歪了，那个武器。我是说你们要是没大件，我可以。没事，找敌人借，找敌人借。我可不需要你武器歪了。升那个吧，你有那个，阿莫斯，还有那个。为什么子弹会转弯啊？还有那个痛苦枪。可是这样子还是毛毛虫。算了，我这样好烂、啊，还是阿莫斯好了。那、啊、我觉得这边有人在偷。那你见了，脚步脚步。你看我手上的那把。瓦基和他的手枪。OK。瓦基是。那边狗子，血血看起来都还不错的。一个就像直接吃掉你的吗？狗子一次吧，这都不直接吃，太他妈了！你好不客气啊！啊，你慢点。我拉，我有金。
patching myself up. Last member's down. One squad closer. 都不会被晃哎、欸。好顺利啊！我操，怎么都不会都会晃啊？难道真的是我的问题吗？哦，我真的好卡哦！到底是谁在敌我啦？我只是我找不顺眼。可是我很猛哎、欸！啊，这不是萌萌的问题，这是你好衰哦。可是我扛烂嘞、欸！我好爱你，你知道吗？不是，哎、啊，你可以祝福一下我不要毛毛虫吗？不然这样搞得我像我很炮枪一样哎、欸！不是，这不走路在抽哎、欸！刚那个已经不是100次就是40了，你们知道吗？有个手，没有，不会有40。刚刚是一关一关，我东西又捡不到，我操！直播关了就不会，直播关了就不会。是原来狙击我啊？他也有金色的盾。有个手防了，多带点刀。哎，真的是我见过运气最好的人。你知道我帮你打出的时候，我帮你在打这些素材的时候啊，最高级的东西。根本就不会掉，根本就不会出现在我身上。我打那个，我记得我打你那个书的时候，虽然我没把把都掉死，把把都掉死，就是不会掉死的。啊！谁邀我啦？就上角跑出来了啦！哭啊！我啦！左边，左边！我板打。有人很喜欢打，我觉得打死的那种，我好限制。回来打电，回来打电。我给你们。走吧。Rings out too far. 45 left. Can't believe I'm standing still. You're lucky. I like you. 我也有感觉到，我等一下打原声，然后就要干到我。什么？真的假的？没穿裤子，哎，这有一队的。多里啊，啊，那我打女士。好好，我先带你打。我先带你打。但是等我这场打完。你啊，他妈管住你们两个的问题，超级掰嘞！受不了啊！刚才那个什么，刚才那个人地是什么？我要把你们两个都进去一次。你妈的，老子这么强，阿爸第一把把卡，好了没有办法，就是你们，就是你们，我他妈的打你们在说我，是我在一打三去救你。老子这把扛着那个毛毛虫，扛着我角色在那边抽动，扛着我子弹在那边歪一边，我都吃鸡了，绝对是你们的锅。对，就是你，绝对是你们的锅。一直倒地，妈觉得有秋凉，然后一直倒，一直倒，然后让秋凉扛，然后我们出不了。不管，我吃鸡了，事实摆在眼前，我吃鸡了，绝对是你们的锅。跟你要进去 DC， 这要怎么进 DC？DC 可以进去吗？我可以进去你 DC 吗？赶快封锁你，差几分。其实操！害我打到我都怀疑人生啊！这是你在说？我才怀疑人生吧！我靠，我有华华在，我怎么可以打成这个样子？哦，怎么有了一只岛？啊，破解诅咒，破解诅咒！我是让你赢的，华华，我是让你赢的。哎，啊，师傅，师傅，我祝福你赢了。老子这把子弹歪歪的，枪都是歪一边，走路都在抽动，我人物是抽筋还是怎样，我也不知道，都可以吃鸡了。像我刚打这么认真，这么认真的去打了刚才那把的比赛，还是不发吃鸡，感觉是你们两个的锅。那我看人家打原神了。哎，你是这个吗？你是阿苏米925吗？外景军，景军与敌人合作，那你已经找人狙击我，不然怎么可能亮黄雀？妈的，我进景军，刚才那个人叫什么名字？感谢我呀，我让你内华，我让你内华，想要扑我，要感谢我呀。没有啦，开玩笑的。你刚刚说的是绝选啊，绝选。啊，然后把我的副音搬走啊，我这样等下怎么直播？
副兵拿去给我，副兵拿去给我表弟，然后我要换个信封。看一下，我刚看不到，我刚看不到聊天室。现在的钻石都长这么奇怪啊？什么意思？叫现在的钻石都长这么奇怪？那完，我十天没打，然后进去，结果两个队友上机转的。你可以去合一下，升一下。啊，你现在警局漂亮。你现在警局我啊？啊，你现在警局我干嘛？可以把最低级的合上去。又赢了一把，好爽啊！59分了，秋凉，我现在59分了，银牌是59分。我要打女士的，等你了。等，快！等你啊，你们要打的，在我开这个账号的时候，赶紧的，让我带我带一带。Hello。哎，你打中路啊？这个 Hello 好像那个卧槽猫尾里面的那个 Hello。啊？这小？我刚去上厕所。什么哇操我猫尾、啊、你们没有看过那个哇操猫尾啊，给你们看一下。秋凉，我今天打完了，不是今天打完，我今天考完。我觉得一件事情，我应该是我要把奶油三枪了。啊？不是，你一直贴那个什么什么小的，我才要把你三枪啊！妈的，你们看，我贴吗？我只贴一次哎、欸。你贴了两次，啊！我现在没在贴，我最近没在贴、啊。要预先下载吗？要预先下载啊！你们能预先下载就先预先下载啊！你要预先下载什么？秋凉，原神啊！你到底我以为是你到底吃不吃？可是，给你一只雷神号，你到底要不要？可是很要玩很久哎，而且不要就算了。我操妈！哎呀！我操猫尾！我操猫尾！是谁？是单枪吗？单枪现在不在。那我先预先下载，等我一下。嗯，主要可以帮你看。我记得预先下载是可以玩的。不会是你拉我的吧，秋凉？哇，不会是我拉你的吧，秋凉？哇，太狠了，就是秋凉。我不知道是谁拉的，请叫我秋凉教授加博士先生。可以边玩边下载的吗、啊？嗯，可以吧。会很当吗？一个单机。豪华在干嘛？他当什么？豪华怎么不见了？我想今天挑战那个什么，我想把虚迷100%，你们觉得有可能吗？不太可能。我不算沙漠，被拖鞋扔枪了。我把丛林100%。干我超鬼的、欸、其实我完全没有想到我居然可以那么快把虚弥破到90%，我觉得我要虚弥90%根本就是天方夜谭，结果昨天打完反有虚弥290%。我问一下哦 ,HDMI 线是可以直接拔下来的吗？当然可以啊，我可以啊。他是要从外部拔还是要从电脑里面拔？哇，外部啊，你不是有插那个线吗？他卡得很紧欸，我不知道直接拔会不会坏掉欸。靠腰 HDMI 线有一个锁，它下面有一个锁，你要去压那个下面的锁。哦，它下面有一个锁，老哥，它下面有一个锁。HDMI 线哪里有锁啊？它没有锁吧？有 ，HDMI 线下面有一个锁。我不知道，它下面有一个锁，你去压着下面，然后就会拔出来了。行，有锁吗？有锁。你说的锁不是那个吗？是另外一个吧？是另外那个旁边有两个那个那个吧？HDMI 有啊，下面有一个安全扣啊，压住下面，它那个前端会有一个突突的地方压着它，然后呢拔出来就可以直接拔了。哦，长知识了，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前段时间别长知识啊，我都知道怎么拔。我的副屏幕不知道为什么一直秀抖，然后我就一直去拔那个 HDMI 线，就跟那个。就像盆栽要剪，你们知道吗？那个萤幕就是要拍压才会好，所以我就去拔他的线。那有人不知道怎么拔、啊？那我之前拔的时候，我也都硬扯，
就是然后后来发现干硬扯好像扯不掉，那不能硬扯啦。我当时是怎么插上去的？然后想到就是那个要压一下，那不是要压一下吗？压一下那个他不是都有那个什么？我刚刚就跟他说要压一下，哎，我没说要压吗？我没看到锁哎，超鸡掰，就压一下没，他就是要压一下，没有啊，没有压的地方啊，没有压的地方吗 ？HDMI 线呢？哎，电线是没有那个锁扣的，他没有那个锁扣。你压有一个地方突突的，往那边压嘛，压到拔。有一个地方突突的、啊，它就是有一个地方突突的、啊。靠腰啊，这只有两面而已，有一面是突的啊，啊压它，然后压那个突突的压着。靠腰，这压它，你那么简单的东西你还不会、啊？真的很糟、哦，真的很糟、哦。他就真的没有看到啊。好，那你这是啥不压？你又摸的啊，你自己又摸的，它会突突的、啊。我现在也可以，我现在拔也可以啊。现场教学都发是不是？我还确认了一下，你知道吗？我的手还直接伸过来我的电脑后面去摸它，这是可以直接拔的，拔就好了，问题那么多，又不会坏掉啊，坏了找秋良陪你。靠腰，那也是塔龙打野。哎，好了，秋良，好，来了，10D4杀小，来哦，你还欠我200块。啊？为什么？你已经打了不知道几天的 low 了，没有那样那样，哎呀，没有，真的拔不下来哦。可以啦，大力一点，卡多啦。啊，我怕大力一点，我电脑突然让那个显卡就被拔出来啦。哦，啊，算了啦，不拔了啦，受不了了，叫他们自己去买一条啦，超级掰。你是傻逼吗？显卡才不会被拔出来。反正我那么长。你要打女士啊？你要打女士去那个、啊，你直接开本啊，直接开女士本，我直接打。女士在天守阁，在天守阁，有没有元帅数值啊？我的原石，天守阁在哪？啊？就用力拔就好了，问题那么多。就是雷电将军的那个府啊，他住的那个地方。天守阁在璃月吗？啊，大哥，大哥，道西城有一个户本，道西城有一个户本，道西城哇，道女士原来是在璃月啊，哦，要这个啊，好哎、欸，哎呀，你不知道天守阁是什么、啊？放弃 ，QQ 不打，翻墙，好。哎 ，QQ 不是已经开了账号了 ？QQ 开着我的账号打 ，QQ 开谁的啦 ？QQ 开那个开我的 QQ， 开我的，啊，叫他滚出来啊！为什么不开我的 QQ？ 对啊，你为什么开？那你不验证很麻烦呐、啊。嗯，啊，我验证给你啊。我前几天跟某人借，然后跟我说验证太麻烦了。我们去 Diamond Big 群，我不想再去，我不想再大群了。为什么不去大学？有缺吗？你昨天不是打得风生水起的？我看你打一个小时就打完了。加布。我昨天是去，我昨天是赚大啊！因为有一个现役顶裂啊，你破完了，你那个剑纹全破了，你这样就全破了，第九章就全部破完了。哎、欸，我不能打这个哎、欸。为什么你不能打那个？不能打，因为他是要冒险的优势。走 ，QQ 啊，没有、啊，你可以 Diamond Big 的群 ，OK？ 你可以打40级的啊，打个白金还要去 Diamond Big 群啊？那你吵什么啦？你吵什么啦？要数值用吗？要用数值？你知道我刚刚经历了什么吗？我知道，你知道我刚经历了什么吗？我不知道啊，你懂什么啊？你懂什么啊？应该是帮奶油打。你知道我刚经历了什么吗？我经历了我打黄金场，一波又起，一波再黄，再黄一波，再黄一波。你知道我经历了什么吗？你不懂，你什么都不懂，你只是在那边狗叫。我帮你打好了，我把你拉掉。我还是该帮奶油打好了。这个人什么都不懂。你就是打第一个等级的不就好了？你不能打最高等级的，你就打第一个等级啊。走，我们去 RK 室。50人才懂什么、啊、Q？ 哎、欸，我压错人了，看呀！你懂什么 QAQ？ 我又怎么了？什么叫懂什么 QAQ？ 懂什么 QAQ？ 你到底懂什么？喂，阿哲啦，我是阿小、啊，是要打白金是不是的、啊？
不能竟然跟你聊天哦。不行，我不想跟你聊天。你竟然会让别人以为我们这边满了，你会那个，你会让别人产生错觉。那我先离开一下。不是啊，你跑这里干嘛啦？你想干嘛啦？你要打锦衣白金？还要放你操你妈！哎、欸，你黑色鼻子才能哦，你黑色鼻子才能，等一下人都不敢进来。闭嘴吧！讲那种小的，你到底是吵什么啦？知道我刚经历了什么吗？你都不知道，你什么都不懂。经历了什么？我看打黄金抢，我跟打黄金抢，我跟大群人打。然后呢？没打完一组，另外一组就马上接过来。然后大学那个人就躺在地板上抽，然后这个就算了。然后再接完一组之后，他又再跑了一组。啊！都不知道我经历了什么黄金场哎、欸！你就烂啦、啊！妈的！都不知道经历什么啊！头痛！天哪，你怎么可以这么衰啊？真的是绝对不会再衰，不可能。前面不管，放屁声！真的喊不到白金啦！哎呦，我带 B 哥去啊！哎，我不想去 B 哥群。跟库克的人爬，别说自己是猎，好强哦，阿哲！啊，我啊，好强、哦！在讲什么、啊？我在讲你的世界啊！我世界又没东西了。关于我啊？哪有？我自己看没有啊？妈，你都被删掉。啊？骗人啊！这直播模式是什么啦？白痴哦，赚大还不知道白金啦、啊！哇，这个人是谁啊？讲得好酸哦！真的，超级美女貌，骑士库克哎、欸！哎、欸，我去库克喊白金场，我的打单速度会快一倍吗？快十倍！我宰个库克好了。OK。可是库克，我没有库克群啊。因为你菜，我不是库克的 FS 群啊，还是你有啊？我也没有，我去库克，我只去过库克玩不到十次，不到十次那还是蛮多的。而且库克超难用的，声音超级小。库克不是跟 DC 一样吗？差很多 ，DC 才叫 DC 啊，库克那是什么东西啊？库克那什么懒叫啊？啊库克里，哎、啊、你是去库克打什么场？顶猎场，他、啊、是玩阿周、啊、加大分吗？没有，真假的？有时候会扣分，会扣分，你还不能喷他，因为不熟。你是跟中国人玩哦？那时候是跟查查，我不知道谁玩，我不认识查查朋友。真菜，去付款能扣分？不应该。好，大群啊，正在喊不到你。哎，有人来了。哎，季伯长。哎，杨宇翔先生。啊！你还击败炸鱼？我觉得他已经不是顶猎卡了、啊。真的超级可悲。我先辅人开，我先辅人开，我当辅人了。刚烂卡就烂卡啦。妈，你辅人呐、啊，辅人。我当辅人开了。烂卡人呐、啊！等我，等我，我符能，烂卡，我打到这符能，我打上符能回来再来跟你们查红色。烂卡，我狙击你们，烂卡，没有吧？你爬红色的时候，我们已经不爬红色了。你爬，现在红色随便爬、哦，靠腰嘞。我们已经在打单了，还在那边跟你爬红色啊？狙击你傻逼！现在红色随便打、哦。你狙击我的单子？你他妈你打得赢我们吗？干，我开一挂狙击。我们现在超猛哦。开挂狙击你们，受不了了！我要买信的啦，看他们信看起来好好玩哦、喔。我现在看到每个那个跳来跳去，然后又一边锁的人，我就知道他们什么成分了。
好了啦，先不要讲这些了，来玩 Brotato， 超好玩的游戏。是什么侠？这是你只能在直播上玩那个吗？干娘嘞！我要死了！我要活喽！哦，杀小了！老哥，你在玩什么游戏？要死了啦！救我！救我！救我！救！我！妹妹，我活着，我活着。Oh my god！ 我天哪！老哥，你这游戏看起来像游戏逃出来的，游戏天堂的游戏。哎，这要钱呢、欸？多少钱？好卖。28块港币，流量。很好玩的，为什么？欸，其实我要找你打翻一场了。超级可悲。你知道我这一单铜牌到钻石只有1000块吗？欸，华华，你的驾照考过了吗？我驾照早就考了。你说哪种驾照？机车啊。早就考过了，靠腰啊。鸡巴。欸，之前14G的时候不是没考过吗？有吗？我怎么记得我一次过？我记得你不是说你考两次？你不是有第一次压到线？那是教练的锅。你不是看他怎样，然后你以为你过了什么什么的，然后你那次就没过啊？啊，你考了第二次啊？哎，还是你考三次啊？我考两次啊！哭啊！对啦。我盖考，你在激他啊，基伯瑞，他承认了，他考两次啊。哦，是这样。对啊，我在激他，干，我很聪明哎，你考三次哦。其实，考两次啊。驾照这种东西，本来就不可能试过，真的啦。你好像是蔡以翔哎。你要先，你第一次要先熟悉地形，然后第二次。杨以翔。真的啦，杨以翔加菜喽，蔡以翔。是啊，你们去考就知道了。第一次要熟悉地形，我明天要考啊。第二次，我觉得那没有很难欸。你18了，你可以考了，真假的？对啊，我觉得那没有很难啊。我跟你讲，你能一次过？怎样？我这季的点点你来打。我会帮你打15000的大师。我现在16000欸。对啊，我帮你打15000的大师。我17000了欸。我帮你打15000的大师啊！怎么这么多？傻小了，要死了，杨以翔！你叫着我要死是怎样？我跟你讲，驾照真的不可能一次过，真的不可能，不可能。那个第一次你都会那个、哦，你会被那个教练他都不会让你过，他会先激你，他会说这个人刚考不会让你过，第二次才会让你过，真的。我真的要死了！看这个人激动哎，玩这个小游戏。5秒，4秒，3秒。哦，我活着，我活着。Oh my Jesus！哎、yeah. ，帅喽！早安啊 ，say 的，哎，廖泽，廖泽不打，我不知道问你打不打，你还不打，干嘛？要不要打？不打，干你！有来了，有来了，有要玩。喂喂，这个人最好是来玩的、啊，不是吗？是吧？是吧？是吧？哎、欸，喂，你是来玩的吗？是啊，你看，鸡巴，他说是啊，你没听到吗？对啊，你没听到吗？技能加音哦，干你娘的，要这样吗？好了啦，心急，干你娘的，要这样胡乱了。